两度与台湾断交，国民 GDP 世界排名倒数，平均寿命才58岁。台湾长期投入医疗团协助，专访曾派驻当替代役的两名医生，揭秘当地现况。由于政局不稳定，油箱得加满，随时带包袱逃命。傅达仁为求善终之路赴瑞士安乐死，曾在慕尼黑转播奥运时，目击11名以色列选手遭挟持杀害，这惊恐一刻。为何他的户口名簿户长是蒋中正？军官看到都跳起来敬礼。其实他是非常的辛苦。儿子为傅达仁冲喜，生母却不是傅太太，两位夫人同坐主桌，怎么回事？详细内容请锁定周六晚间8点《台湾大搜索》。